这是我们家老公的。嗯。有些人强的要求，再把那几家人弄出来，好哪个晓得？他是你啊。要求公布，都得要求啥子公布，要把那几家公布出来，好不？只有我这成了名人呀，晓得不？他胖子跑胖子打不红。隐私，这是什么隐私？钱柜那个哪个是隐私？你那个哪个不晓得的？你哪个都不是人吗？哎，有个神经不怕不，哇，他不晓得，人已经在崩溃了呀！你再不找不找出来有问题的话，那人真要崩溃你呀！湖北新增确诊病例四例，全部为残疾。新增治愈住院病例1390。其中五百1294例，新增死亡病例13例，其中510例，现有确诊病例。起来用吗？然后呢？起来，现在起来。没有吗？啊？没有。啊。我看看有没有积下来吧。我帮我好好疼。啊？好好疼。咋包起？疼吗？好好好。那有的，那怎么要起呀？我帮我好好。嗯，好。那地砖还要，它还要有一定。好。有一个要。生效的时间呢？你们俩要存起来。我换个口罩啊。我老天！哦！我老天！这边也不能躺，这边因为有肺部也有转移，所以它两边都不能躺，中间也不能躺，中间就是这个问题。非要做 CT， 他就是这个情况，他做不了 CT 的。你有哪个班吗？要好友吗？要好友吗？要好友吗？啊？要不大一点的，不要盒子的，没得。没得好友，没得。没得好友是吧？我放好几年了，那就是了。6623，哎，怎么办？哪一个人他看到我，看到哪有一天，他看到去前头卧室一跑，本身现在都多的时候，他去前头卧室一冲，他肯定晓得我。哦，那个人没哪个没戴口罩，我怕他的，他怕我。哎，郭子姐。谢谢你挺完的，我是不是递你那个茶呀？他登，你别帮他登记了没有？
是你家讲了他蹲的，我发的。已经出了结果了，你说的是他已经出结果了。哦，已经结果是吧？你问他，哎。要有没有噻？有没有？有的会给你们的，有的会给你们的。你问他，搞不清楚有没有？你问他，你问他。回家的时候最注意一下，大家注意站开一点啊，站开一点，保持安全距离。爱心菜，爱心菜，但是到了通知，这不是爱心菜，这是品价菜，品价菜你登记了，不是爱心菜，取菜的到后面再排下队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再加上那个病潮的嘛，后儿是的，你也不在意说别个见到你想躲瘟疫的，反正现在都是要居家隔离，个人隔个人。我理啊，我跟他这说。你晓得噻，好人去个哪个菜都是你看到我，是的，让让。我把个菜拿，我丢了门口，我都晓得把个哪个医生。是的，我看到好多下头。哎，哪个不是？不是说哪个歧视哪个，都是注意点好。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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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蛮好的。嗯，那么好，坚持好吧，不喝的蛮好。我是陪的，我是陪的，陪的，我不走。一月份检查的时候，发现骨头转移，就去没去医院，就一下子就他就接到通知，就都不能。那肿瘤科的医生都是他前线，我们因为那是有传染源，我们是没得传染源。国家说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呀，把那个新冠把它压住。我说，如果我们没有就是这个疫情不早的结束的话。你讲我就是那个不惜一切代价在你的代价，你就是为此就是那种代价。现在这些居民他是属于出院了以后就在康复驿站做一个14天的一个隔离，这个人是完全健康的才会回家的。像我们。就是基础的防护就行了，就不像以前，你像送病人可能就会穿防护服。每天在一线工作时间久了，对疫情的情况可能就是比较清楚吧，就是没不像普通市民那样恐慌。软件，哇，到了吧？哎，不用，行。
真是幸运的，这大难不死。现在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不敢出去，提心吊胆。对呀、啊，提心吊胆的，因为我们这地方前段时间有那么一二十个，就是说感染者吧，是吧？我个人认为的话，应该是怎么回事呢？公布，你只说是哪一栋的、哪个单元的，你就说尊重个人隐私，你就不需要公布是哪一家，是不是？但是你消杀工作要做到位，是吧？你消杀工作不做到位，谁敢出去呢？大姐，回来回来。好，我我我，好，有送我的人呢。好好好。你想把孩子一还？有孩子，等下等下，有孩子叫外头不要了。你想在屋里每天也戴口罩吗？反正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戴。嗯。好好的洗，洗完房间就。是这样的啊，我个人认为你们在屋里没那个必要戴口罩。但是互相之间是比较有。真的吗？怕他感染他，我儿子。他俩能回来就没这个问题，你俩能回来都是属于康复的，真的是在屋里不需要戴口罩。他晓得我们这经常。太过气了。好，明天我给你俩送。先去办。快来，起来。其他他看我们小他不休息了洗又不能解禁，我们小区的话本身十几天没有的，现在又出来一个事，这是有个离世的噻。你看八万人你怎么办？八万人得这个病，你们都学这样，都歧视他们，你说他们怎么生活？你说，你说他们回来怎么生活？我看看能不能视频。不然是不是给他打电话？他那都是一个打我的，我要那孩子怕不怕没有，我就跟他聊一下。好，小朋友这从那买菜那里走过来，他们不要，他是不要吃，反正是不中不中。他看到我这样，我在说话了，他把个鼻子一摸，我就跑，进他屋里跑回去，把门都又是快又是没得就回，把门就屋都关的。他看到吗？他们我看那个哈子几个都看到了没？他哈子几个都看到了，他七八个门。七八个门去把个鼻子蒙着，首先把个鼻子蒙着。他戴口罩吗？他戴口罩。他戴口罩的，晓得不？管他上不上。哎呀，小你，我叫莫总的爸说一下，你看嘛。哦，老邓咋给打电话的？他们也是一人，可能也都戴口罩的，也是都戴口罩的，晓得不？也都戴。黄江跟莫凡的事，我那时候跟艾凡谈那个事的话，叫我跟莫凡那个事。因为每个人他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情愿就是不去看，也不去听。可是我妈妈不同，就是我妈几乎跟他天天打电话。就我们，因为我不想跟他天天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怕，有一些负面的传达给他。
因为本身我妈身体不好，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就每天给她打电话，就是那些负面的新闻再怎么就是会给她不小心传达给她。对，所以我感觉你还是很爱你爸爸的。我不喜欢他跟他讲这些。我妈这个人的话怎么说，因为她本身她身体不好，所以她有时候思想突然一下就有时候变得很负面。因为我爸的话本身的话是在物业里面上班，就他就是就比较跟人交流的比较多，就是会不会是他传给别人的，会有这些言论出来，所以我妈就特别不舒服。因为这并不是我爸爸可以控制的，比如说这个别人把病过给他去了，然后他有没有过给别人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个病他是这样就是蔓延开来的，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其实朱阳是缓冲有需求居然。你之前偷袭也是在楼院偷袭吗？好，我把这样情况跟你俩反映一下子，然后你俩跟你俩申请传位，好吧？好，估计现在住院蛮难吧。你搞得放点棉花来，我的方便面呢？多买一点，买一个五楼香。五楼香，你敢说？你晚上加班你不骑吗？他们加班晚上值班不骑，那请问呢？师傅关门儿。把门关了。哎呦，晚上好孤单。完了，这怎么过去啊？哎呦，这里还有个桶。全有全小姐姐吗？哦，那样是确诊吧？那样主要医院嘛？我昨儿都是核酸或是阴性。是的。那样是几号回来的？我11号确诊。11号回来的。11号到的。11号回来的，然后你在屋里要待14天，就是11号到25号，25号左右，那样就。我在这隔离点隔离的时候。我晓得，所有的人怎么办呢？就是你要是属于疑似啊，就是所有疑似确诊的人，就是你从医院回来或从隔离点回来，在屋里还有一个正常的居家14天。是的。好，然后你要怎么办呢？在那边待14天，那个待14天的目的就是说，就是怕你们就是怕一些在医院里面出来的康复病人反阳，所以就有个14天的一个康复观察。其实你们都不是确诊，你们就是属于，就是其实可以说就跟李亚成就是平时的，就是肺炎，就是如果说疫情没得到控制之前，怕两名就是假性变成真的，所以就进行一个9天隔离，所以说两根本都不是新冠。不许你爸爸去的哪个医院啊？居然不是要做核酸吗？他直接就居然了吗？不用做核酸吗？
陈婉，还没上床啊？嗯。所以我等你回来，我还没睡呀、啊。你今天做作业了没有？早做完了。做了什么作业？都做完了。做什么作业？就是课外作业。这个题做错了没有？回答快点。他的前面有三个人，后面有四个人，一共有几个人？告诉我。嗯，3+3+4+1。那你这个题为什么不画图呢？就是看他能不能躺一下。嗯，他常躺下来就准备了呼吸。把羊针带着行不行？是临时的麻烦，连续提前半个小时去了，然后把羊针带上。嗯，然后能坚持个几分钟，把气体就走了。对对对，我就是，哎，就是是，哎，好，行行行。本来这个疫情期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学习的时间，可是你就提不起来劲，就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变悲观了，时间就是停顿了。其实在疫情没开始之前，就是想的比较多，就想我想就是怎样规划一个我今后的人生，转变一下我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比如说我们就是未来规划，在生活方面也要积极一点，会想这些东西。可是疫情发生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反而思考的很少了。你找啥？又看到两条。有业主专门投诉，知道吧？只要听到一点动静，他就叫。虽然说不伤人，但是业主投诉啊。
你要不就口罩够不够用？我到底啊，我不忘了我叫我们什么来不办。你跟你屋里姑娘两个人都有那个八医院的那个接续单子，那个单子你就带了，我有单子你还能说我是的是吧？这个是那个，他不是说你有，我是都是那个行政的，他是那里啊，这个是哪个呀？别的别别的别的药不能喝，别的别的药都免疫。哎，有没有？只是每家屋里都有啊，这是啥病人的？心药，心药，心药。我是重症的，谢谢啊，谢谢大伙。我们不希望别人费力，我们拿钱来政府补贴的评价，该应该可以吧？该应该有那个权利吧？他说走马话说等到有的噻，别个到时候到那法院，就是我们那里没法，搞不清他没得。我今天也质问了他们的。他人少，买出法官吧，他真的是姓王，他人少。就是这个。就发个这个。从疫情到现在，就这两项东西。哎。不晓得发到哪些人口了。你想我们屋里那么，我两个那么大年龄的老人家，一个卧床的病人去沉重的负担了。所以说屋里没得菜了，我肯定心里有点慌噻，哪门子？嗯。怎么能再好了？我可以买得到了。两边的护士是不是每天在搞了，都有什么是有想买么是买。其实我跟你们说，我也不是并不是为那个鱼，也不是为那个楼，我说个怪话，我不叫两个叫我们那大年轻人修起楼都是小事，又不是奇么事，但是就是说为大家在想的不公平，晓不得？活得挺好的，吃完了，我是六条柴鱼，二十条鲫鱼，也没补充啊，也不好补充了。哎呦，西红柿出来好几颗呢。一个月都可以出来，两个月了，多关了一个月。哎，不，先不能放噻。口罩啊，师傅。你有五十四十二岁，还没有到，还没有满。癌症晚期哎，所以就是这个疫情到底都不能治疗，就拖成了怎么样？骨头高头转移，是啊，没得办法哎。所以要住院怎么都得要做那些检查，那躺不下去。
这几个月咱六月份就三年了。是啊，先前面那疫情我们也不敢去，也怕，也没这个，也没那个医院收。这么好一些，稍微就是还可以住个院。喂，哦，这，我在透析呢。我是廖兆成，我在做透析。我恨死那个新冠病毒了，我说恨有没用的，我只为了快点好，快点那个病毒快点走。我愿意把我的寿命隔五年，我都不想要的这个疼。我再好好透析，我还是可以，就是活下个健康的话，他这个病也还能说疼痛药还不见得能够活得长。我觉得他就比我更加的艰难一些。这个就是我，好，氧气泡放了你中间。好，双手抱头，双手抱头，手就这样，抱头，抱头，这样，好，坚持啊，好，坚持几分钟就可以了。我觉得有能带，我就觉得我不辛苦。你要是能不带了，我觉得我一个人我就还不担心，我不愿意，我这个做了我都愿意，我不觉得辛苦。起码他在，我家就在那，对不对？好，真是好，我太勇敢了。慢点啊，好，好好啊，等等我啊，我把它放下，然后轮着，把它收了，别闹了，有人等到我啊，跪下来。我要坚持，坚持就不会死，其实很难受，很难受。但是没办法，我也想我要活着，就是这样。我很留恋他，留恋的东西太多了。我很留恋，我很怕死。我很怕死，我不想死。一般呢，我3月7号下种，4月26号就可以见瓜了。这一颗按我平常的这个记录呢，一颗可能产35斤，我每年我都有记录的。
你看谁呀？你看不要口罩吗？给你盖了一点粉口罩，然后这个冰冻的鸡汤，你看放在那个栋楼的那一个方啊，就是我姐的，是我那个姐的。然后这有个菠萝，这个放在栋楼的那一个洞啊，你看怎么不起的话啊？好。行行行行，你要注意身体啊！好，拜拜，行行行，拜拜。蔡书记，你吃饭了没？没有，我一般都是九点钟左右回家吃。说啥呢？听不懂。他说的是，他说啥意思？他说摆拍，就是说刻意的，可能平时认为没有跟他们送物资。这所以其实有点奇怪，其实这是你做的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居民太多了，就是不可能满足所有的居民。我们社区是3800多户，刚才我说200多份鱼，你说我3800多户。200多份鱼，免费鱼，我发给谁？是，我只能发给低保、残疾、重症的。好，收到，谢谢啊！我明天有没有消息我再跟你回复啊。喂，我明天再看吧。我看他那边快不快，好吧，要是他快10点钟前能够接他就接，不行接我再来安排吧，好吧。然后昨天的这个题，今天老师发了视频的，你听了没有啊？回答我。听了还是没听？听了。我们哪个地方做错了？听了没有？到底？视频听了就听了，没听就没听。你看了视频没有？你没看视频，为什么你跟我说看了视频呢？然后算是成立了没有？成立了。整个题目你理解了没有？理解了没有？理解。都要等于14。谁说要等于14啊？这个题变了，你没看到吗？你这明明都画了19个，你在这里加一个圆圈，那不就变成20个了吗？你改哪里啊？你在里面加个圆圈，你加个圆圈，那这个不就多了吗？改哪里？找到你的问题，你再去改呀。你玩火吗？我老喊跑呀。喊火光，啊？喊火家的，喊火家的。上早啊？上，你为啥这个？我们是啥呗？要啥的嘛？啊。谢谢啊！哎呀，羡慕噻！真的蛮感谢，那个是，我看到你那个叫胖哥，哪个胖哥家有一个冰豆，我都不敢买菜呀。那也没事哈，你自己先把你自己打开，所以你不要，你主要是心理上面。那天你来接待的时候就是，我前进一步，我前进一步，你要后退一步，你要心里蛮不舒服，晓不得？我真的觉得没得必要，真的是没得必要。我是怕对我有影响，要不是你那都要怕对我是。没得任何的影响。怕对我是你，怕你这样想了，我自身又不带病毒，我是一样。是的。因为我之前我妈妈有一段时间也是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头上有一天低烧，我们物理也担心。最后我妈妈她这个么子，她就是感冒，她说的就是有一点个感冒，但是其他都没得么症状。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妈妈不幸感染了，作为家属，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心里要打开，你谁哪都不要去想。看你老婆走哪些位置啊？走哪些位置？现在我哪列长时间？这几个人在两个人的小车去的位置，你那个物业小区个做事那个人，他叫人提供的位置噻，他天天跑，他外头跑，你想走哪些位置？但是叫什么子呢？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别个都想保命。所以说的有这种，别个有这种想法或者有这种行为举止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轻微。但是他确诊了没得？他是轻微的，这是肺部有点感染。但是还是属于新冠。
那个东西说多了，其实一方面你外面不晓得，这回我们家有小心感染的人，到时候也没人去了。我眼里呢，唱歌跳舞的呢，去个青年饭店都跟老家他们都脱不了干系的，你晓不得？为啥子我们江源下去确诊21例，疑似有36例，可不可能呐？反正不管么样，终于算是活过来了。反正现在应该还好。良心话，其实你和你们老潘家那天，我们小区都给我跟青年讲的，也不是对他们担心。是但是因为你这个圈子里人都是这样，本来小区里的人对他们都有想法，所以你得这个病的话是，这个肯定都是有点不那个。家园里面那一种人，可能是在少数，带着有一些有色的眼睛去看人，那些人是比较少数，特别是现在慢慢稳定了以后，更加少了，不要太过于太想太多了。这个同学是吃完虾子早的，还要虾子，我们还是不要虾子。这妈妈改工还要上班。哎，我妈妈改工了。要上班呢。对呀、啊。叫人带下去上来，危险，这个还蛮危险。是啊，今天带一点，明天再带一点，我也就退休了嘛。哈哈哈哈哈。那我退休干啥？啊，明天吃饭哟，太好了，明天吃饭吃呢。今天吃饭。啊，是不是检查一切都合格？正常噻，是正常噻。我请工了，别个有吃饭证。啊，有吃饭证啊。吃饭证。嗯，那放那了，不然都不讲话的。我在睡觉，家没什么事。来，嘿了，嘿。终于可以。就是回来了，我爸爸真的是也是战胜了很多困难。姑姑，好了，可以去院了。今天晚上都快去整个下午，啊，不然呢？他说肠胃蛮紧张，肠胃蛮紧张。好像这是71号换角了，对吧？77号那就这里吧。我估计要得我下去吧。我打脚了，你好，登记是该到的，接两个人。好，稍等一会啊。
们首先来的时候，那不都是光背的吗？都是背着的，背着这人也看不到么子啊。那现在这车子也多了，人也多了啊，基本上这花也开了啊，是不是？那就是说呵呵，春天的气息就到了啊。好了，熟悉的地方到了。嗯，回家了。嗯，回家了。好，知道。冻在那里裹的，裹的。嗯，出来的时候再喷一下子嘛，再喷一下子。过来，再走吧，过来，再走吧。瘦。走。然后这个政府对俺们这些确诊的人有一个慰问啊，可以。谢谢。捏个肉粉没得？捏个肉粉，你们都在拼肉筋来买。我不进去，我怎么不进去？我用盒子进去噻。这小豆还是必须要把它搞好。我这不在家，他们也没法。这后面还都还要这小豆清理。请全程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距离。本次列车终点站泾河，请站稳扶好。现在要上市了，已经变黄了。然后今年的话，是因为本来这是在疫情期间，就像我妈是二月份的时候过生日，然后也没有给她买个蛋糕，我就想那就做个蛋糕他们一起过吧。呀嘿 ，Oh my god， 真的炸掉了。就另外一个比我高级别的一点的那个同事，他家里其实有小孩，在这个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我姑姑先被确诊的，然后我就说，哎，我姑姑得过这个病，她其实很害怕的，所以我很怕，就说因为我爸爸这个事情，然后他知道了之后，老板知道了，或者我另外一个同事知道了，他会有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我，其实这是我比较就是担心的。其实么子，我们是正常的，其实个么子。
不行花一笔个，你要是有病的时候隐瞒，在外头也，那时候是花一笔。你这也不出去走，不出去，要想走的话晚上十点多钟。你真不着，真不着的话。不出去走，不出去。你我这是不出去走，路上走路会走路会走到三点。你走后头。你真上你别走我的。我以前是你，我以前是你很好，玩吧，他跆拳道的。他练跆拳道的，不晓得跆拳道。这么说话，说一口，说一句话，喘上一口，大喘气。哎，一个人单打四个人。嗯。一个人跟四个人可能对付得了，这么还会下一个鼻涕虫，像个虫呢。一秒。木板，听木板。哎，一秒，他说一般的人呢。他是。他爆发力蛮强。对，爆发力很强，一般人不能使用全力，用全力的话，比方说我一推一上去，这个人。我要停在那里，还有。你的当时你的腿脚很厉害吗？哎，还没有，没有腿，没有腿。他没有那种持久的能力，但是他的那种爆发力强。你看他的，我的手都这么粗，这么做事，他在哪里做过事啊？但是还爆发力强的，他不信做事。他不做事，他是在干嘛？他平常。他吧。他。先前就自己打工呢，跟那个要是开车子呢，没有去过那种体育的，我想做事的，他的屁股也蛮薄，比我薄多了。那你干过体力活？我。跳舞。不要，我以前我搞乞丐的，你比如我顶，比如我蛮大的劲啊。后来，哎，好。你还在搞？我觉得我的妈的那种高兴，好像我的天，我想象那么开心，我以为他会。你自己走吧。我以为他会高兴得不得了。你跟我说，我要金盆洗手啊，真的是。弄我最后一个蛋糕。所以他在拍。那后头细节我舍不上，不然我上来整个课就没变成。我女性爱人，女的应该没问题嘛。你夸张嘛，万一好不好？好的，要学的，因为他这要接上学，晓不晓得要？是小女吧？你来不来呀？你爸爸，来问你不啦？妈么子？你菜饭来不来不了？嗯。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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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你的劫后重生啊！这是怀到谁心声？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哎，这是。天哪！哈哈哈哈哈哈 ！OK， 画画。搿个劫后重生，搿人妈的。
这个东西啊，刚开始位置的时候，这个人他都蛮恐惧，都是蛮正常的。但是你随着聊个人多的话，多少心里都有数了。你开始歪歪歪，不是还他们资本主义比我们强得好，还不跟香港人差。他纽约都不是免费雇三餐吗？哎，就是美国，他这么多比你死亡率也不高，哎。回来还打扰到，但是呢，还专。那个时候没活过，蛮香的。我从小喝酒，你应该从此以后戒掉酒。三姑娘没喝过酒，你不大。头发像是疯了一样的。你怎么不说抓起来，要不然戴眼镜。你经过了就去剪不就好了？嗯。你经过了去剪噻。那你现在不能剪啊，不能剪你就要扎噻。出来出来。好喝噻。好吃，是香喝。其实有时候我吼了他以后，我会我静下心，我会想，我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跟他交流，但是人的情绪有时候真的没办法，我明白，但是我做不到。然后我会发现，因为前面两个月没时间管他，然后我会发现我的孩子可能就这两个月他的变化就超乎了我的想象。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对孩子的期望很高，然后我现在发现这两个月他的变化让我真的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他不但是没有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反而我就认为别的孩子都在跑，他现在不但没有走，还能往后退。我觉得可能你说我的社区工作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什么那个的，我现在发现可能最大的就是这两个月的工作让我觉得我孩子没办法管，我就觉得蛮那个的。然后我发现就是说工作做好了同时然后没有把孩子搞好，我就觉得蛮那个的。可能就是工作上面，当然工作再累再辛苦，我真的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我的工作都能做好，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把孩子没有搞好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办了。今天新加了一个吧。好吧，我接到昨天那个版本，谢谢啊，好，拜拜。打交道，他以后就传染了，拉通了。啊，他那个脖子不行吧？那个脖子，他那个脚就不行了，不行了。不能打个东西啊？啊？磨起人，那你紧紧的磨动，你紧紧的。脚也磨嘛，你去跑你飞。
活得像怎么行尸走肉，应该这样说，这个疫情就是过完之后我们才会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开始另外一种生活。这样想，我们在一个地方能工作七年的话，并不是因为并不是因为我们多么怎么说呢，热爱，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懒。然后这个疫情的话，让我们突然一下怎么说呢，醒悟过来，就是我们这样过日子还是不行，还是要往前走一走，不能就一直停在这里。我觉得大家还是善意的，我觉得也许就是慢慢的。三个月，你是这样说话的，还是你是这段时间估计会有点你想说些许的恶意，可是过这段时间肯定不可能都是恶意。过这段时间哪有么子？你想说你正派邻居都陪你有那个，你去城市那边肯定有那个，对你武汉人。过六月不会有人对武汉人存在任何恶意，也不一定。你看这样说，你看不是蛮多医生说不是这个疫情，我觉得差不多六月份已经开始可以不戴口罩了吧？我觉得应该这样。真的公共交通开始，就是你待在上面那一刹那，你就觉得哎，我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是一个个体，我在就是行进当中，原来我还活着，就这种感觉。